准备上课了啊、哦！来，外面的同学进来了，进来了，进来了，准备上课了。那个新选课的同学，新选课的同学，记得你们，请你们那一组的组长那个。把你们加入 FB， 记得啊、哦，加入 FB 里面。然后呢，我们整个课程的授课大纲，授课大纲，是各组的 FB 里面都有授课大纲。来，第四组，你们那里面有授课大纲吗 ？FB 里面，十三组有没有授课大纲？然后，所以记得加入他们，当然在 FB 里面。第一组同学，你们授课大纲有没有在第一组里面？你们 FB 里面有没有授课大纲 ？FB 里面有没有授课大纲？不知道，没有吗？哎，那个各位 TA， 那个你们记得把授课大纲都放到你每一组的 FB 里面，好不好？好不好 ？OK， 这个记得一下。然后那个新来的同学注意一下哈、哦、那个这门课我问一下，这边有三年级、二年级、一年级，三年级有许多气管系的同学，财管系、电机系，来请教一下那个电机工程学系的江毅同学，举手一下。好，你是新选进来的吗？不是 ，OK。你是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选进来的，第几次？第一次就选进来了。好，那另外一个杜颖同学，好，你是刚选进来的。我可以问一下，你为什么选这一门课吗？兴趣吗？真的？好 ，OK。啊，都来干鼓掌一下啊！然后还有外文系刘培文同学，同学你是第一次去选进来吗？你是第二次，还是这好第二？那为什么选这门课？可以接受的课程，好 ，OK。那目前为止可以接受吗？好，很好，谢谢，谢谢。好 ，OK， 那个新同学注特别，新同学特别注意一下，我们这门课非常重，非常重哦。我们你去仔细看一下课程大纲，所以呢，我们是每一次都有小考，后悔了吗？每个礼拜都有小考，只是这个礼拜不小考，下礼拜没上课，下下礼拜开始小考，下礼拜国庆日啊。Yes， 好。然后接下来在隔周要小考，我们要买两本课本，然后每个礼拜三晚上社会学之夜要上 FB 讨论啊，所以记得我们要求很多。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期末报告，期末报告要去做田野。好，所以这个部分那个我们的 TA 都会慢慢的带你们哈，所以好吧，就记得要把这一门当主科念哦。
OK， 来，接下来我们讨论怎么开始社会学的研究。好，刚才讲了两个法律上的例子，我们讲的是法律这么判，社会学可能赞成，可能反对。好，刚才两个例子，一个是社会学的观点，另外一个就完全不是社会学观点，结果会是怎么样？那社会学本身，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哎，应该是说怎么讲，一个非常不爽的学科啦，反正对什么都不爽就对了啦。好，所以呢，他就对很多事情会觉得，啊，你们这么想，真的是这样子吗？来，第一个问题，你们自杀死亡率高还是男人？男人。男人，你都知道。谁讲过？书本有讲过。好，很好。这个我们课本可以看一下这数字。女人比较会自杀，男人比较会自杀。男人技术比较好吗？死亡率是女性的几倍？2倍，对不对？好，来我问一下男同学，来，问一下男同学，来，我要问后面的。然后坐在后面，来穿黄衣服的男同学，对，你为什么觉得男性比较会自杀？啊什么？他不是男的。喂，啊，请说。说啊，请说为什么男人自杀比较会自杀？比较想不开吧。比较想不开。你觉得男人比较想不开，女人比较钻牛角尖？也有男生钻牛角尖的。也有，那比例哪高？女生吧。女生，那当女生应该死的比较快，不是死的比较多啊？可能男生技巧比较好。来，隔壁的男生，随便给谁就可以。啊，麦克风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女生想太多，所以她智障都没办法这么下定决心。多多啦啦，死都不干脆。男生可能就比较冲动，他可能想到说，我想死就去死，这样。真的吗？男生比较冲动，那后面的女同学，你觉得这种解释合理吗？你觉得女生这么拖拖拉拉吗？女生比较没那种吧。女生比较没种，自杀。还有那个男生，就是他可能压力来源比较多。男生压力来源比较多啊，讲到重点了，来，在后面的男同学，来告诉我你有什么压力？课业吧。课业？那你会因为课业自杀吗？不会。不会啊？那为什么有人自杀？你觉得？男生比女生容易自杀？啊？继续啊，那你继续啊。经济压力。经济压力，好，女生没经济压力吗？也有啊。也啊，为什么男生经济压力觉得比较大？没有答案了，我没有标准答案了，我只是问你你的意见而已啊、哦。这个没有标准答案哦，同学，社会学我不会告诉你标准答案的。嗯，觉得还是你有好朋友来 call 我一下来。啊，这位好朋友来解救他一下吧，你觉得呢？女生自杀感觉都用割网，他都割不下去。啊，男生怎么死的？男生怎么死的？男生都跳楼。男生跳楼，你说他割网，有这统计吗？好 ，OK。不管如何，我们看那个社会现象，在台湾，男生死亡自杀的死亡率高很多，高是女生的2倍。那这个，假如说人都一样。那为什么男女会差别这么大？对不对？只要都是个人的心理状态的话，只要都是个人心理状态，那每个人都有可能啊，机会都一样啊，几率都一样。几率学过没有？几率有没有学过？有吗？就是一堆六个球里面有红色球跟白色球，抽出红色球的机会是多少嘛？对不对？那只要是心理状态的话，应该每个都一样。那为什么男生死掉的机会就是女生的2倍？啊，有可能是后天是什么环境？
啊，社会的期待，社会期待他跳楼自杀成功。他压力比较大，好 ，OK。所以男同学记得哈，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哈，不要很矜哈，记得哈，不要一直要表现出男人的样子哈，我表现小女人的样子也不错哈。笑什么？我想真的哎，就男生总是被期待要像个男生的样子，可是为什么不能像女生的样子？可以哈，好，很好，对，这样子男生智商死亡率会不会往下掉一点哈？好，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在台湾外籍劳工犯罪率高还是台湾人高啊？台湾人。来来来，你觉得直觉是台湾人的举手，刚才那么多人喊台湾人，一半啊，居然是外籍劳工的举手，外籍劳工的这几个哈啊，大家都认为台湾人比较坏。来，这位绿衣服的同学，对，就是你，那个麦克风传给他好吗？你为什么觉得台湾人比较坏？其实可以买个麦克风啊 ，OK。正义红亮，我觉得数字上是那个外籍会比较高，但其实是台湾人比较多，因为就是外籍劳工就是在台湾数量不是很多，然后其实只要有几个人犯罪，那比例就变很高。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不能只看就是比率，要看。所以你觉得台湾人绝对数量都很多，但是比例上外籍劳工可能比较高。对，好。OK， 那隔壁的来，很支持我的外文系同学，来，你觉得呢？我觉得是台湾人呢，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在路上看到一些，因为我本身还蛮常往那个小港跑的。小港啊 ，OK， 前镇那边也不少。对，然后就是还蛮常遇到一些外籍劳工，我觉得他们大部分都只是长得比较黑，对，比较可怕，可能比较可怕。来，再形容一下，形容一下，怎么可怕？没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们从事的是劳工，就是比较偏劳工方面，所以可能他们的皮肤会比较黝黑之类的。那比较黑，比较油渍。对，然后因为可能我们就会感觉上说，好像就是偏向中下阶层的人比较容易犯罪，因为他们犯罪率比较多，所以我觉得。可是实际上不一定是这样子，不一定是这样子，对，所以其实不一定，对不对？但是你为什么觉得是台湾人高？因为我觉得台湾人其实有时候蛮聪明的，可能就是想要诈骗啊什么之类的吧。对，所以台湾人比较奸诈，嗯，所以跟外劳比较广东比较单纯，单纯。好 ，OK， 同学，你赞成这种说法吗？台湾比较干巧，然后呢？那个外籍劳工比较拱呆，拱逼。对呀、啊，台湾，你看这位同学就很拱逼啊，对不对？来，在后面的女同学，你觉得呢？我觉得是外籍劳工比较高，对，为什么呢？再去做犯罪，比如像诈骗集团。对，诈骗集团背后老板不都台湾人吗？他们的人数有在提供，所以也可能也算是犯罪的一环。所以他比较机会可能比较高。那跟你左手边的女同学，你觉得呢？我是跟那个绿衣服的那个同学一样，就觉得就是他外籍劳工可能人数比较少，然后那个率就会比较拉，容易拉很高，然后台湾人就也许人数会比。犯罪人数会比外籍劳工多，绝对人数多，然后比例对就比较低，就不能直接单纯这样看。啊、所以照这么讲，就是比例从比例上来看的话，台湾人比较不会犯罪，就比例上。如果就比例上，那应该应该是。好，有个同学你想发言的，告诉我，来，这位白衣服的同学来，这白衣服。红衣服，来。就这份报告是讨论说外交官到底犯罪率多少，而且在整个台湾占了，就是中立情感接受占了18%。嗯哼，占0.08%，然后呢，台湾人呢？100%在0.98%以外的犯罪都是。99%都台湾人。对啊。哇，所以呢，所以意思这是全部的犯罪人嘛，对不对？里面99.2%是。台湾人，
另外 0.08 是外国人。可这是整个数字，可这个跟刚才讲的100个台湾人里面有多少人犯罪，跟100个外籍劳工里面有多少人犯罪，这个不太一样。我要讲的是100个台湾人可能有 5% 的人犯罪，那100个外籍劳工里面可能有 2% 两个人犯罪，或是8个人犯罪，哪个比较高？你觉得是这两边的团体哪个比较高？当然台湾人比例上还是绝对数量上都很比较高，为什么台湾人比例上比较高？因为外籍劳工其实在台湾受到的监控比较低。嗯哼，嗯哼，就是在想要的东西用正常方式达不到的时候，台湾人选择犯罪的可能性比外籍劳工大。的手法可以更多的机会让他去选择。有一些外籍劳工来台湾，主要是因为就是他前面有讲过是为了工作。嗯哼。所以如果他失去这份工作的话，那他怎么调？因为他会被就是遣送回国。嗯哼，嗯哼，嗯哼。好，所以讲出一个很不错的论点哦，就是说为什么台湾人。跟外籍劳工比较起来，台湾人犯罪的可能性会比较高，因为外籍劳工他一直被约束着，被关在宿舍里面，被关在家里面，所以他出去做坏事的机会似乎没有那么多的机会给他们有时间跟空间出去外面做坏事。好，同学，我觉得是台湾人，因为就是外籍劳工在就是别的地方还有一个家。嗯哼，就是从如果我在这里犯罪了，被关起来了，我哪边的家怎么办？感觉所以呢，为了我原来那个家，所以我在这边要乖一点，就比较不会犯罪。对，那个台湾人也有家啊，就是台湾人在本地生活太久了，所以呢，所以不珍惜这个土地，就是不珍惜这个家，反正我天天看到，关个3年也没关系，习以为常了，习以为常，对啊，就。反正每天看到东西就不珍惜它嘛，对不对？对。好，那可以哦。我看一次面的那个家庭就很珍惜，所以我就努力了。好，这也是不错的解释，从情感上去解释为什么。好，我们看一下统计数字好了。统计数字，台湾的犯罪率高还是外劳？台湾人高多少？哇，几乎两倍了，这边呢？2.5倍了，是不是？好，那这个证明出来是台湾人比较坏吗？好像不是啊，各位都是好的台湾人，对不对？那刚才有两个同学提出，哎，还不错的解释啊，可能因为他们要出去做坏事的机会很少啊。第二个，他们可能在情感上要努力的赚钱，家想到远方有个家，所以呢，他就在这边。就不敢做坏事，这个我们没有答案哈，我没有答案，我们是在想说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好，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应该太简单了。美国跟台湾人对同志结婚收养子女的看法，同志结婚收养子女，你觉得哪个国家的人比较开放？你觉得？我们再举手一下好了，你觉得是美国人举手，美国人举手，2468，好，几乎90%。来，这台湾人举手，台湾人1、2，好，这两个同学来，就是你，好，讲一下为什么你觉得台湾人比较开放？很好，嗯，因为他那个美国人会有那个，就基督教跟天主教，他们有那种比较传统观念。嗯哼，基督教跟天主教的传统观念，那台湾是什么教？随便信教，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是美国人，因为美国人那个，我觉得那个宗教的那个信仰，嗯，可能是很重要的原因。好，后面的女同学，倒数第二排的，来，倒数第二排的，蓝衣服同学，来，你觉得呢？我觉得是美国。为什么呢？有一些州已经有立法同意通过法律，嗯哼，立法通过法律，立法通过法律跟一般人的态度可能不太一样。你像说
德国废除死刑，德国是没有死刑的，整个欧盟是没有死刑的，但是在德国里面赞成死刑的有65%。就是在美国，他们的同志游行还是集会之类的，都会比较蓬勃发展。蓬勃发展，嗯，像哪个地方？不纽约还有旧金山。好，我们看一下统计资料。赞成的，其实台湾跟美国差不多。反对的，美国是高很多。好，其实刚才那个同学讲得很好哦，为什么高很多？他们有他们的宗教理由。那在台湾，宗教其实不是那么，宗教也很重要，但是我们的宗教是那个，我们宗教是什么？我们宗教是那个。道教不是，还有嘞，佛教，还有嘞，睡觉，还有嘞，萨满信仰，是一个萨满信仰。原住民，小伙伴，好，其实台湾最重要的信仰是那个啦，儒家信仰啦。因为儒家的信仰使得各位对于孝顺这件事情这么相信。好，在其他宗教里面，没有人把孝顺当成这么重要的事情哦。好，所以我们各位要给各位这三个事情，这三个问题，啊，这三个问题，其实重要的就是要跟各位同学讲，我跟他的社会事实，这是第一个态度，看到什么叫社会事实。比如说很多东西我们是这么想，觉得啊，美国可能比较开放，这是我们自己的想象，可是呢？会有很多很多的调查跟统计资料告诉我们，其实事情不是这么想的。第一个部分，我们就要找到一些基本的事实。我想各位念理工科的同学，你们可能也海科院的举手一下，海科院的同学举手一下。一，只有一个吗？两个？才两个吗？啊，来，那个电机那个工学院的举手，工学院的举手，工学院很多哈。工学院你要不要做实验？要不要？要不要？好，做实验，你们做实验做出来要什么东西？要做报告，报告里面要写什么？步骤，还有呢？统计数字，对不对？好，一样的，我们社会学也是一样，你要先有一些数字，一些现象，来告诉人家有这个事情发生，你才有办法再继续进去去讨论。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好，所以第一个步骤先这样子，要看到社会事实。这社会事实就跟工学院或理工科、自然学科、自然科学他们讲的，他要去做出一些数据出来来做分析是一样的。但是呢，社会学比自然科学复杂许多哈，复杂许多。你能够念得好社会学的，你去念物理学绝对没问题。像什么？叫什么？我讲真的啊，因为理工科、自然科学的思考逻辑跟社会学思考逻辑是，就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的话，理工科的自然思考逻辑是逻辑直线式的，但是社会科学的思考逻辑不只是逻辑直线式的，它还有辩证式的，它还有跳跃式的，它有许许多多可能的思考方式，所以。好，念完社会学你就知道了。好，你经过这个学习的，来，接下来问一些有趣的问题哈。那第一个问题，人家说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为什么？你们讨论一下，各组讨论一下，各组讨论一下。啊，答案只要这么简单，我就不要问了嘛，对不对？
老师喜欢听不一样的答案哈，所以你们讨论一下有没有什么答案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答案，比较有趣的答案。你像你们有一套书叫做《一万个为什么》，像这样的书籍，啊，拿来我这边看一下，这边有一个叫我点一个这个，你选这门课的志愿点数是零的哦。那怎么会跑进来？我也不知道哈。张宇同学，来举手一下，来。老师好。好，很好，对，你运气真的不错，好，选到这一门课。我觉得其实进来之后觉得很有趣啊。好，我下礼拜是会选。好，还好，再鼓掌一下，鼓掌一下。你知道老师也喜欢听好话的吗？来，为什么？我们这次讨论结果就是，第一个是因为资源有限，因为水就那么多，嗯哼，然后再来是说三个人在一起可能会有不合作的状况，哎，不合作，所以呢，然后为什么不合作？就是三个人就会觉得说，哦，反正你就去挑啊，嗯，你会去挑，那我就不用去啊，这样子，嗯哼，然后第三个结果是那个挑的扁担会漏水，扁担会漏水，对，你用扁担，不是装水。水桶会漏水，所以就回来就没有水喝了。回来就没水喝了。嗯，好，所以原来是那个桶子坏掉了。好，嗯，OK， 很好，同学们鼓掌一下。有找出另外一种类型啦，再看一下零点数的。来，那个中文系的那个黄成祥同学，黄成祥同学举手一下，有没有来？啊，在这边啊。你觉得呢？观念也是你跟刚才那位同学一样，桶子都桶子坏了，不是，就是团队合作总是会有会想坐享其成啊，总会有坐享其成嘛，对不对？看其他人在忙，然后自己轻松，自己轻松一下哈，哦。对，好 ，OK， 就是反正这三个里面一定有一个贱人嘛。好 ，OK， 接下来我再看一下，再看一下，哎，这边还有一个气管系的刘大仪同学。刘大仪有吗？一年级的，好 ，OK， 来，啊，同学，怎么都气管系的？我跟他同一组哎。同一组，哦，对啊，好，对不起。那我们再看一下，第二啊，这样第二组已经有了，第这边是第几组的？这边最倒数过来的，倒数第二排的那个女同学，对，有个，你觉得呢？你们这一组的讨论结果呢？我们讨论就跟他们讨论的一样，就是资源不足跟会吵架。会吵架？啊，就打。自私自利，就这样。好，有没有其他组别跟这答案不一样的？这边一组，两组，还有没有其他答案不一样的？来，给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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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给你旁边的这个没有发过言的男同学，来来来，来来来，讲一下讲一下。应该算是条件变了，就是整个系统结构性的改变，然后使人的行为变也跟着变动。所以呢，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水喝？是你看这边讲，为什么会水喝啊？就是总是跟刚刚同学讲说的一样，就会有 free rider 出现。嗯哼。啊 ，Freeland 不是跟他们答案一样吗？对啊，我看。没有。是谁啊？哎，还有，你让他继续把它讲完。这位女同学，你是？没有，我们刚才有想出很多很有创意的。啊，讲讲。是，我们这一组有人说喝酒没水。什么？那个就干旱啊。哦，干旱就没水喝。然后还有。就因为三个合唱太想去抬水，所以打架，然后三个合唱太想去抬水，打到互相死掉就没人抬了。对，还有桶子坏掉。好，还有嘞，还有嘞。差不多这样。差不多这样子，好吧，你们都来讲天方夜谭哦。来，这一组同学来问一下，你看有什么不一样的答案？要不一样哦。林叔超想打的。一样的话哈、哦，一样的话哈、哦。给女同学，给这位女同学，这位女同学来，女同组的吧，来，女同学报的，嗯。来等一下，等一下。我觉得是那个，就是有，因为三个人一定会有大便车效应的出现，嗯哼，就是变成说两个人去抬，那另外一个就会装死，然后装死对啊，这个人装死之后，其他那两个人呢，想要装死，他不抬，那我也不要抬，然后大家都不抬，然后到都是没有水喝。啊，不是跟刚才那个一样吗 ？Freerider 一样吗？要不要当他？来。女同学来，后面女同学，你是不是有其他答案？有没有？好 ，OK， 你有不一样的答案，确定哦。我不知道会不会。好了，讲，就是挑水的这个工具本身就是两桶水，然后所以如果今天两个人抬的话，一人一桶分配就不会说有那么大的不平均。但是如果今天到三个人的话，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再者，三个人会。再者，三个人会组成一个就是。这三个人当中，要么就一个人抬，要么就两个人抬，所以因为组成两个人的一个团体跟一个人的一个团体，会形成两个不同的一个小团体那，但是单子就是这两个人可以抬，或是一个人去抬。那有限的资源就是两桶水，所以如果今天在两个人的那个人觉得说他们两个团结，他们两个团结制 group， 然后认为说叫他们一个人去抬，那这样的话就变成是一种。类似多数道义的感觉。那重点就是说，如果这三个人都不想组成团队，那么他们就是会那个三个都没有水喝。好 ，OK， 讲出一点不一样的东西是什么？小团体。是，很好，小团体。你有没有玩过三国棋？有。三国棋玩过吧？有。滚鼠丘鸡嘞，好，没听过吗？啊，不会有啊，没有玩过的算了，我不理你了。玩过的同学，你会不会跟另外一个稍微结盟一下？对，对不对？偷偷的就把另外一个国家干掉了，对不对？对。好，所以刚才三个和尚，假如出现两个打一个呢，会不会出现这个情况？对。那两个打一个，谁会去挑水？三个都不会，一个人一个人。一个还是两个的？弱势。对啊，这时候会不会没水喝？自己还自己喝，他敢自己喝吗？他敢自己喝吗？他跑回去，那回去会不会打？先跑，他跑去哪里？先跑。好，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的，几乎各位想的都是这样子，都是这个东西。假设人类都自私自利的，每个都是 free rider， 几乎没有想出。另外一种思考的模式出来，可是现实生活中有没有可能出现两个打一个的？有啊，那讲三个里面有一个，他不是两个打一个，他是一个打两个的，有没有可能？那是什么情况？叶问，叶问的，还黄飞鸿呢？那是什么情况？一个打两个的。那一个就是方丈嘛，对不对？
放生可不可以打两个小和尚？可以啊。小和尚会不会乖乖听话？会。会啊，但小和尚也可能反抗了。但是呢，至少我们知道说有这种可能嘛，对不对？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两个打一个，或一个打两个，这告诉我们什么？对，就不只是人类是自私自利的，它里面还包含了什么？权力关系，有没有注意到？权力关系里面两个人拳头比较大，去打一个，或者是这个方丈拿着棍子去打另外一个，两个小和尚。所以我们人类的生活像这个情况，我们为什么大家思考的模式都是这一种所谓的 free rider 的思考模式？为什么？为什么刚才没有想到那个两个打一个或小大方丈打两个小和尚的？为什么没有？因为从出生到现在，你们所受的所有训练都在告诉你们这一套想法，他没有让您去思考人类还有可能很重要的运作原则是什么？权力。你像在这里，老师可不可以打你们？只可以打你分数嘛，对不对？但不能打你们嘛。但是有没有权力关系？有啊。假如你敢对我怎样的话，你们白头你喝狂，对不对？啊，当然你可以对我给我喝狂，对不对？你背后偷捏我石头。但是呢，这个我们在思考的模式里面，我们几乎从小到大被训练出来的都是这一种经济学的思考模式。人是自私自利的，人都是 free rider。但是实际上，人的社会不可能只有这个原则在运作，人的社会不可能因为自私自利而组成。要不然的话，你们从以前到学校里面参加的一些活动，大家都自私自利的话，有没有去打扫？不会有人去打扫啊，谁叫你去打扫教室的？老师嘛，对不对？所以在老师的这个分配底下，在老师的淫威底下，你们敢不去打扫吗？好，所以我们社会的组织原则不是那么简单，就是个人自私自利，它有权力的运作，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运作原则是什么？你们可能想都没想过。提示提示再提示，你们想现实生活中你真的快渴死了，谁会来帮你？家人，对不对？爱人，爱人吗？我考虑一下。朋友，好，朋友不确定，那家人，你的家人会不会置你于死地？会不管你？看情况，好了，对啊，人家刚才都闷死他老爸的，对不对？可是呢，当你快死掉的时候，你家人会不会来帮你？就你快没水喝了。你们三个人，假如是爸爸妈妈跟一个小孩子，会不会没水喝？不会嘛。那这三个人会不会都是自私自利的？不会啊。那既然不会是自私自利的，那为什么各位第一个考虑都是自私自利的想法呢？因为你们中毒太深啊，不，因为你们从小到大都是听到那样子的，但是却没实际去看到你周遭日常的生活有很多不同的原则在运作。所以家庭它的组织原则是不是跟自私自利有关？绝对不是。那像中国信托最喜欢喊那一句话叫做什么？ We are family， 对不对？你居然去中国信托，你事业他会不会管你？你没饭吃他会不会管你？你欠他的卡债他会不会跟你要？会啊。那你是不是 family？ 对啊。好吧，所以他嘴巴讲 we are family，实际上根本就好是狗屁的东西啊。OK， 所以呢，我这边要讲的就是这个，我们都有一些自己思考的方式，但是各位同学从以前到现在只注意到某一种类型的思考模式，却没有去注意到我们社会学会讨论到另外两种可能的思考模式，也就是权力跟合作。所以你看，我们有家庭组织，我们有家族企业，我们有合作社。合作社听过没有？合作社听过吗？对不对？好，
我们有慈善组织，慈善组织有吧？慈善组织假如都自私自利的话，它怎么成立？也没办法啊。所以我们社会的运作原则绝对不是这种经济学讲的，这个人是自私自利的而已。好，时间关系，本来还有个例子，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讨论。那我们现在有没有要宣布的，就是要分组到哪个地方开始那个讨论的？那个细涵有没有公布说哪些小组到哪个地方去那个去讨论的？小组都知道了吗？那要不要宣布一下？其中你有需要宣布吗？还是好，那个我现在站着好不好？那个俊凯，你这一组的站起来，俊凯这一组的站起来，俊凯的那带出去，带出场，来，带出场。十三组，十二十三嘛，对不对？这十三组好，你到几楼？四楼，到四楼。对，到四楼教室。好，请那接下来。其中你这一组嘞？第十组跟第十四组。第十跟第十四啊、喔。对。那啊，四、喔。好，在这边。一样到四楼教室。四楼教室没有人用。对。好 ，OK。然后那个杰斯，你是第几组？第二组。来。留在这边就可以了。啊，一二组留在这边，一二组留在这边，留在这边做讨论。好，那个云雅。云雅，你是在哪里？七八组在三楼电梯口。啊，七八组在三楼电梯口，请跟着那个云雅离开。那西涵，你这边第几组？第五跟十一。五跟十一。三楼戏办旁边的那个所长室。好 ，OK。五跟十一在戏办里面的所长室。好，你看。刚刚那个云雅讲的那个组别讲错了。云雅，你是第几组？六七六七，跟着云雅走的六七啊，六七在第一在哪里？在电梯口三楼。好，六七在电梯口，在三楼的电梯口，六七在三楼的电梯口。然后八九在那个上次的位置没有变。好，八九在上次的位置，上次什么位置？三楼的那个影印室旁边。对。好，八九在三楼的影印室旁边。好，那我们分别来。哦，刚才有做问卷的同学记得留下来你的问卷哈。刚才我做问卷的不是所有的人，不是。好，我要回家。